天，天气好冷，幕后小组冒着吃太多刚出院体恤，生怕食物中毒再复发的危险，死都要走到这个拍摄现场。因为听说是华流杂志十二月份大帅哥，我看我抱着我等一下会暴毙的风险，我今天一定要来到这里偷偷看他们两个到底有多帅。外面好像排了20几个美女，就想要看到他们一睹他们的风采。我们先来偷偷看一下，好像从那个楼梯的缝缝就可以看到两位帅哥，我来瞄一下。啊，好害羞哦，拿个叶给挡一下。这个一定要来，这不来我对不起我爸妈。他们好像看镜头了。对，幕后小组貌似要来拍的正是十二月号《华流杂志》佑胜李国毅双帅封面现场，帅不死人不偿命的致命男性诱惑就在室外正式展开。幕后小组今日会一路尾随，随时贴身访问。我在看什么呢？我是我的他们。你平常等人会看报纸吗？那要刚好这个地方有在发报纸，特别去买应该不太会，除非我包包。我也现在用手机看，就直接看新闻，不会因为在这个柱子跟这个地板跟这个报纸底下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正在欧洲？对，在欧洲的那个算比较老一点的车站，巴黎。巴黎 OK。有趣，可以看。有趣，到底多有趣？可是你帮自己加一点情境啊。对，有趣。不然看书就都会没有表情。刚看到什么觉得很有趣啊？很好，很好。哇，那真的蛮有趣。这可以播吗？可以啊。还是你把一个你觉得最帅的对拿出来。就这样夹的啊。为我们示范一下。好，喝东西。或者刚刚什么？是的，听说刚刚李国毅先生在这边示范看杂志，那小记者也为大家来示范一下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帅？还是真的跟脸有关系？蹲好像就有点困难，因为记者本身体重比较重，所以然后没有办法蹲下。蹲下去。先把一本书卷到后面，对。另外一手看你要做一些插口袋，然后是鼻子痒啊。嘴巴痒啊，脖子痒，耳朵痒之类的，麻烦动作，对镜头放电，不简单呐、啊，不简单呐、啊，在旁边被人家 cue， 不简单呢。如果是双手打开，我就把它铺在地上看了，谁会那么可怜的看书啊？对啊，我不想用手，那好好的看这样。而且因为肚子太大，手还摸不到杂志。我翻译了。天哪，有钱！你看吧，是不是哪里不对了？人家就是帅气的看书，你就是会让人家想丢钱。是。你觉得他哪里不太对劲？他动作有不对吗？还是真的是因为脸？首先，他就先觉得自己不帅了。你要先催眠好自己之后再进去。不要误会，我没这样觉得。你已经有觉得了。他刚是用尽全力去耍帅。不是，是怎么这样啊？哦，尴尬了。国毅这段帅气看书教学，无意间引发了玩娱幕后小组的胜负心。你这样过分，介绍一下教室镜头啊？介绍一下教室。他干嘛只有戴眼镜啊？是不是因为我带起一个流行？是吗？我们两个眼睛的 style 完全不一样。嗯，戴起来就发现我的好像真的比较好看。蝴蝶脚像蛮可爱的。对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子。是不是学我的？哎，怎么今天大家都要眼镜啊？大家都学我啊！你看佑胜戴眼镜，然后李国毅弄这个蝴蝶结，我先说华流真的是跟着我在走啊。很敢讲哎，华流跟着你在。看到了吧，我有什么他就有什么了。被你脏到一群人。对啊，哎，先不要管硬要比的小记者，看看国毅这个造型，好像更早之前就有人用过喽。哎，你今天有这个柯南。
真相只有一个。原本帅帅的拍摄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怎么越来越走正，李国毅跟佑胜两人越玩越开。今天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佑胜来上我们的节目。佑胜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。 Hello， 所有观众你们好，我是佑胜。嗨国毅你好。你好。今天很开心呢，佑胜到我们节目来，相信观众朋友一定都对他有很多的问题。那我们先来接第一通 call in。 11251来的 call in。 我觉得佑胜为什么平常都可以这么帅啊？哦，因为我常看《22K 梦想高飞》，对，在里面的男生每一个都很帅，所以只要跟着他们做他们一样的事情，就会很帅。佑胜，对啊，非常的中肯。是的，紧接着我们来接第二通 call。 第二通还没打进来，我们接上了。节目怎么进行？懂不？好，先进广告。先进广告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先进一段广告，回来以后还有更多佑胜的内心世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就马上一转广告之后，每个人就，哦，在搞什么啊？对啊，会不会啊？你怎么都没有接上？现在几通了？三通，有哈，有三通吗？有了，有了。好，来，来，第一通，广告牌第一通。嘉怡，高雄的陈小姐。高雄陈，然后我们在高雄的陈小姐。高雄陈小姐你好。对，想问一下，用胜可以教我们摆几个可爱的 pose 吗？可爱的 pose 吗？22K 梦想高飞，两位男主角一来一往默契十足，男男耍帅没有问题，但是亲密互动时刻怎么就有点怪怪的？那我当女的，我当女的，好甜蜜，当女的，当女的，那靠上来。哇塞，哇塞！然后我就闻他跟喂他吃这样子。好，这好像不是跟女生拍才有的。对啊，很熟悉，就是有些东西。真男生。所以一定要严肃的表情，笑就会太那个，对，太享受了。要时尚的表情。佑胜李国毅男男拍摄，场景换不停，户外大方，室内真实，没有一丝扭捏，所以华流杂志团队决定再一次挑战拍摄尺度，将拍摄地点拉到了这个地方。终于爬到了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你看这个房号，十楼哎，你要一个肠胃炎的人爬11层楼的楼梯，就是我在看谁，我看李国毅还有佑胜，听说他们两个在这个房间里面上演很亲密的拍照拍封面，华流12月号，听说两个人会在床上交叠，滚床单。床单。 OK stop， 关于幕后团队完全无法停止心中的无限遐想，到底一两个大男人会不会上演交叠滚床单这么 over 的动作，得瞧一瞧才知道了。哦，看谁要躺，谁真躺，是不是？你要换你躺我了。刚刚在楼下我一直躺你。好害羞，其实是很大方一件事情，只是忍不住会想要抢。可能太安静，大家讲点话，大家对，因为太安静，因为想要瞎讲点话。这是干嘛？当佑胜、李国毅合体碰撞时，拍摄现场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脸红的，再加上两位男主角被下诱惑指令，表情动作极致勾魂，其中最折磨、最受煎熬的就属这位。摸镜头了，就是要摸镜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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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吓死人！刚刚那段佑胜诱惑镜头的画面，逼得玩鱼幕后小组必须透透气，看看窗外的风景，冷静冷静。但是反观摄影师，却趁这时火力全开，快门猛按，一张接着一张。这很难做好看的。我看不懂他在干嘛，被那个缸我吸过了。Oh my god！ 他脸好像有点不甘心。我等下可能会有点无理，没问题，来，我这里。Oh my god！ 哇！再近一点没关系。好讨厌哦。
对呀、啊。摄影师好喘。哎、欸，就是，你那时候拍《滑流》第一集到现在，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，就是《滑流》一直坚持下去。而且滑流越做越棒，这是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。因为说老实话，第一期的滑流实在是有点……哦，怎么样？第一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经典 ，right？ 对，从第一期就开始买的人，你是最经典的，你是最经典的，你是最经典的。为什么破音啊？干嘛破音？越来越暗了，没有剧情可能、这个、剧情可能慢慢越来越不一样。对啊，哇。大家后来拍都拍到，就是每次都觉得剧本过了一半以后就可以开始走一些比较闲时，因为已经过十一点了，对，后面的时间档了，对，对，时间档前后半场就可以改一些比较，前面还在图书馆，后面就在旅馆了。哎呦，这戏剧时段画面尺度怎么用的巧妙，观众应该听得出来了哈。当然，玩娱幕后小组最后也因应这个法则，来点十九禁的话题。裸睡吗？不太会。穿这个是穿，看天气了。对，不太会全裸了。会裸睡吗？我会裸睡。平常睡觉都是什么泡？那我一定都是平躺的，全平躺。因为我头后面很平很扁。全扁头，如果我侧躺的话，没多久也会像骰子一样，咔咔咔，回到那一面这样子，所以我干脆就都平躺了，这样躺的有点辛苦，一个动力一直要把你压回来这样。右身通常都怎么睡啊？正躺还是趴着还是侧睡？侧睡。改变。你也问太细了吧？完全娱乐，下次会问的更细，独家报道。